있지 마. 하나 꽂을게. 鼓掌一下，咱会场要进场啊，来鼓掌一下。 啊！咱大家鼓掌个，大家起来鼓掌一下哦！来，咱刚才聊椅啊，都无办哦，这椅啊，就好抓起来椅啊。那咱今仔日哦，咱这中头主办哦，咱年会是第25届哦，啊，非常欢迎。 咱邀请咱主办的哦，咱口主来致辞一下。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我们。 开庄圣王圣王的联谊会的各位主任委员、各位委员、各位信众，我们廖会长、李明会长、李明会长在这边哈，李明会长，各位各宫庙的各位会长前辈、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大家好，祝欢喜！咱开宗圣王联谊会第25届，这联谊会啊，予咱台南府城长老圣安宫来主办，希望各位有功，今仔日安尼我甲。 来到阮圣安宫，然后指导会使讲，小弟仅代表咱圣安宫众多啊众委员，感谢各位莅临阮中老圣安宫，阮招待不少的所在，款了无够的所在，嘛希望各位贤达、各位前辈，甲阮指导开讲。 我愿会当讲安尼，咱的开宗圣王的精神来联系，来咱的开宗圣王的神威显灵，来保佑咱万民平安福德，咱各宗庙大家拢总平安顺遂，那祥和永盛，咱各位信徒，咱在咱开宗圣王公的保佑下，大家事业。 拢真昌隆，家庭真美满，所以今仔日咱圣安宫有幸有咱各位贤达来到阮遮，甲阮开讲，甲阮指导，互阮圣安宫有若会当含咱开宗圣王联谊会啊，代日来受恁的开讲，来含恁来会当来为日，这是在遮我真代表咱圣安宫。 对国有有功的感谢之意，嘛希望讲此后咱办了后，叫有功才先达，委员先进，大家拢来阮有闲来阮圣安宫，来阮安尼，互阮皇帝啊，同阮指导，吼、哦、啊，最后咱祝各位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 那咱非常咱这主办吼，啊那拍破一下，鼓励因来无，辛苦啊哈。那今麦咱来介绍来宾咯。
咱台湾开政奖要发展也袂，理事长廖宗彪廖理事长。啊，咱理事会吼，啊伤感吼，咱的张登来张伤感。啊，伊也是咱这个奥利建奖的主理员呐，吼。啊，咱廖宗彪也是叫咱台中建奖的主理员。来，咱继续吼，咱发展也袂吼，名誉助理，名誉理事长李德川，你啊，你哎，伊也是咱召开演武庙的主理委员李德川，哦，非常欢迎。那咱继续吼，咱这宜兰县县联的会长哦，林宝春也是咱常务理事，咱这三杰丁委庙的主理委员，哦，非常欢迎。那继续吼，咱叫常务理事，咱由咱叫陶祖苗的哦，陶祖苗，咱的叫常务理事王彦华，也是大安好龙江的主理员。那咱继续，咱这个大溪好龙江刚主理员哦，也是咱秘书哦。那咱继续哦，咱这个。那发展业的理事吼，咱陈路将军庙草屯，陈将军李金定，你注意。那咱继续吼，咱今年要办的台湾省吼，咱台湾叫嘉道叫联业会哦，嘉道红灯奖，陈明光陈主席今年要办咱台湾省，啊，就办的。那咱继续吼，咱即个明年要接，即今年要接办的，咱南埔联谊会吼，梅山魏江吼，咱的陈陈副主席吼，非常感谢。来，咱即次吼，咱南埔。全部达到目标，咱第一个是咱洪山开灯奖庙陈主任员，尊啊团队非常欢迎。燕巢开灯奖陈明仪陈主任员，尊啊团队。来，咱中正主政奖彭主任员，尊啊团队。咱家等下电脑电，陈明同陈主委训练团队，三楼微信庙，咱主任王清凯安主委，咱新娘董志江的王苗王主委训练团队，咱新娘社会开元江的林主委林志谦林主委。咱屏东九如上庙的黄显娘黄主委，大南安乐宫主理员齐成良齐主委，咱绿草树德宫陈英华陈主委，德坛吉安宫林明才林主委。桂林中城宫新主委新前方新主委，咱彰雅朱安宫的陈光健陈主委，出力的团队，彰雅红学宫朱立文陈平学陈主委，那咱梅山这个吼要接班的吼，今年吼陈宝主委无过来，咱副主委哦，咱副主委。真系团队，咱溪口开安路店，廖静廖主委，真系团队。来，咱邀请咱，咱会长帮了会，会长，来，咱邀请李主委会长，来咱。啊，咱
今日真正欢喜哈，咱南区开张圣王联谊会哈，来由咱长老哈，咱那个圣安宫来主办啦哈。啊，来看咱的柯主委哈，虽然李长做真久啦，哦，看啦这场面嘛，看我看了好紧张啦，规身躯拢汗嘞，阿爸拄啊好，天气嘛真正好啦，啊嘛特别感谢咱这的吼委员。啊，甲遮志工，大家足无闲吼，啊，今个礼拜吼，啊，感谢恁，谢谢。啊，我嘛特别感谢吼，咱今日有来是咱的，阮的荣誉理事长吼，李竹春李理事长，啊，搁咱南区的会长吼，陈会长吼，啊，咱头祖名王会长吼，啊，咱宜兰区的林会长吼，啊，咱乡务干事吼，啊，坐咱南区吼，搁有江的主任委员，各位委员。各位大德，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吼咱即届咱全国的联谊会吼，咱这发展协会理事长我叫廖尚德，啊嘛是咱台中庆江的主任委员啦吼。啊，我真正歹势吼，因为我伫阮庙吼做主任委员哦，做32年啊啦。哦，啊，即摆个年金哦，啊，就做下来就比36年的委员咯，为少年哦，30多岁，即摆做到要到70岁啦吼。啊，所以讲，咱的考主委就是足紧张啦吼，讲要办这办那，讲真紧张。人阮恁的庙阁足大间，土地阁足宽，阮的庙才100平尔嘞。阮办吼，中区联谊会、全国联谊会、世界联谊会，我拢都办过啊吼，免紧张。啊，就照咱的心意，啊，咱的。大家志工，咱个委员，大家来敬，把咱这个代志办啊好就好啊吼！啊，我们已经尽力吼、哦！啊，当然有人些无较所无较注意的所在，但是咱免烦恼，咱拢信奉的这信仰吼，咱个庙吼，无分大小间，嘛无分你历史外久，咱拢是信奉的，咱信奉的信仰吼！啊，咱就是拢兄弟姊妹，大家互相照顾，啊嘛，今日真正欢喜哦，祝咱！今日的大会成功，啊嘛真正感谢吼、哦，咱梅山魏江吼，明年要来接班吼、哦，咱陈宝主委无来，咱的副主委有来遮吼、哦，啊嘛真正感谢你吼、哦，用继续甲咱这个联谊吼，搁继续办会。以上吼、哦，简单报告，祝今日的大会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咱继续，咱邀请咱名誉理事长李德川李理事长。来讲几句话来。非常感谢哈，咱大会主席哈，咱的陈梅芳啊，甲咱的柯主委啊，以及啊，咱本会啊，咱的廖理事长、张尚武干事，以及啊，咱这个宜兰区的林会长。啊，咱桃竹苗区的王会长、嘉道洪天江，咱的陈主任委员，以及咱前的李秘书长，啊，咱梅山的副主委，啊，咱草屯的这个李主任委员，张尚武干事，啊，以及咱南区各宫庙的主任委员、陈干事，大家午安，大家好。时间过了真紧，今仔日啊，就是咱府城啊长老由咱的陈主委啊，来甲咱这个主办着咱南区这个25届这个联谊会先望咱的科主任委员甲伊所有领导的干部甲主要信众啊，因的辛劳。我嘛照着主委的双手啊，咱大家互相来甲鼓励一下，安尼好无？非常感谢着咱的柯主任委员啊，尤其啊，今日这个场面啊，这个场所啊嘛，甲咱准备了啊，非常这个舒适啊，拄啊，咱的廖理事长啊，伫讲提起着咱这个。办这个国策甲这个全国的，我想伊了这个所在啊，来办这个全国的啊，足足有余哈。啊，我嘛希望讲，咱南区的会当讲来长老这个所在啊，
来个机会到啊，一次咱这个全国的联谊会，你讲安尼好无？好啊哈！啊，这普洱龙恁拍的哈，啊，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哈，历史的记载。我嘛先望到咱南区啊，咱的陈会长梅芳啊来领导之下，会当讲咱南区啊啊非常啊，大家非常的这个合作啊，尤其啊。啊，咱的联会由咱的这个廖理事长啊，啊，这次啊来给咱领导着咱全国的，甲商务干事，甲所有的李干事啊，啊来领导啊，我相信讲咱的全国啊联谊大会啊，伫这个十一月初八甲初九啊，要伫咱嘉头啊，这个洪天宫啊来举开着。这次啊，这个大会啊，我相信讲，咱的陈主席啊，甲伊所属的干部啊，非常的认真啦、啊。啊，都，咱已经这个通知单已经大家啊报名啊，大家拢有收到。啊，我嘛唔忙讲，伫只个时啊，咱卖予主办单位啊啊来啊，这个另早啊来这个计划啊啊，所以讲。各宗庙，我嘛希望讲，大家啊，啊，另早把这个报名啊，啊，这个工课啊，来予因本庙啊，啊来做好事。啊，尤其啊，啊，天气这么炎热，啊，伫遮不便啊，这个大家啊，讲遐济啊，总是啊一句啊，啊，我祈求着咱的开疆圣王啊，是瑞先生啊，要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要祝福故宫修会鼎盛，谢谢各位，谢谢。最后来邀请到各位啊，有时间伫宜兰过十对啊，啊来阮宜兰，啊阮宜兰啊，啊有一个林宝川会长啊，啊在宜兰区的伊领导了啊非常的好，啊伫遮是啊，咱嘛抱啊甲拍一下吼。尤其啊，我讲今日要来的时候，伊甲讲，李市长，你不要开车，哦，坐你过来。啊，我非常的感谢着啊，咱的李市长啊，谢谢。啊，咱继续吼，咱邀请咱今年要主办的吼，咱台湾哦，开疆圣王发展协会吼，要主办的是咱嘉大洪仁江，哦，我陈主委吼，麻烦者，咱讲句话。而且多谢吼，郭主委甲咱做一个这个会场吼，啊，甚至预祝吼今仔个大会圆满成功。啊，咱嘉头台中嘉头洪天宫伫十一月初八、初九两天要来主办咱全国开疆圣王联谊大会，吼、哦，欢迎在座的吼、哦、大家踊跃来参加，谢谢大家。那咱继续吼，咱明年要接班的吼，咱南区吼，咱南区联谊会明年要接班的，咱陈副主席来讲句话一下，副主席请。主办单位，咱高雄的主委，啊，甲这咱这干部吼，大家啊，真着，咱今仔日吼，这个这圣人宫吼，办了感觉真正成就安尼，啊，互因遮辛苦安尼，啊，阮二楼遮。阮也是今年要来接班哦，啊，未晓再来麻烦你来跟指导安尼吼。啊，做一下，希望大家明年哦，再来跟参与啊，认真来跟指导安尼。啊，一下接咱的永江，啊，对啦，咱明年哦，大家拢爱坐来，
啊，伫只最后咱祝愿有功，大家等于一帆风顺啊，万事如意安尼吼，谢谢。那咱非常欢迎，咱邀请咱宜兰县县人的会长林宝全，啊，头祖庙的，来啊。啊，咱各姜苗姐注意啊！那咱绿草就得姜的主理员来。喂，哦，咱发展协会理事长吼，啊，秘书长。爱给咱前的理事长啊，啊，甲着咱要举办的陈会长哦，陈理事长，啊，甲哦咱头祖庙吼，咱在理事长甲会长安尼吼，啊，今仔日哦，咱南区哦，咱诶在理事长吼，以及咱在主任委员、常务干事甲委员安尼吼，啊，我是邱德忠，我主任委员安尼吼。我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啦吼，我希望咱后边咱南区也要办就对啦吼，拢伫个秋葵来办啊，唔通遮热啦，遮伤过热去啦吼。安尼好无？拍只波啊，好无？后边南区也要办这个吼，咱的这个南区的会吼，咱都伫个新年的头前吼，较早我较早办十月，即马五六月就办咧拢啊，我多遮热是免啊，忍忍嘛忍袂落，吼是毋是安尼讲？哦，啊后边哦，希望大家要办拢伫秋葵以后，就伫九月、十月来办，安尼我感觉是较适当啦，吼、哦。啊，我是小小一个建议啦，哦啊，希望咱今日大会成功啦，感谢。
包一个。那咱各家庙大注意听哦，明年接班的吼、哦、是咱梅山哦魏江吼、哦，要接班。啊，那后年呢？后年我想要接班的。啊，明年我讲桂林张成江，有意见无？后年张成江。好、哦，非常感谢，来，讲几句来。那咱好等报告一下吼，咱今年吼交龙城宫主办的伊有交代，咱各宫庙那如果要报名的吼，两早报名，莫换来换去，会困扰着吼，咱做个不方便。第二点，伊有讲讲个实名制的，爱做名册，大家报好势，根本拢刁难着吼。以上感谢大家啊。啊，开会开始，无啊，开了啊。安尼就好啊！啊，多谢大家啊！哦，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哈、哦！啊，各位先进哦，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哦，谢谢，谢谢啊！啊，散会啊！啊，咱拜托咱新安江的，大家讲一下，桌顶收掉的，市长等一下到啊，给他台上比较讲话比较方便哦。咱工作人员，麻烦咱桌顶遐对面桌啊，麻烦咱收一下，哦，麻烦一下。